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那个大湾仔的椰开椰现场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我们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米其林徒弟。这个味道好像老妈做给我们吃的，最有家的味道，好吃啊，好吃。而且我妈不会痛。食物它是最能把人打开的一个东西。